正经经放不下了。现在好像是中场休息，因为他没有说大会结束。他说会场发生火灾了，叫我们不要移动。刚就是我梦的黑夜，就火灾了。火灾了。牛马 Kiki， 我们今天要去板桥的花火大会。牛牛是第一次在日本参加，我头发写酒，我也有绑起来，因为今天感觉会非常的热。然后我们要自己穿雨衣，然后出发了。因为其实现在四点了，它其实五点开始进场，七点开始，但是那边有很多的屋台啊什么的，我们是会想去吃吃喝喝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先换浴衣准备出发咯。这后面的房间非常的可爱，大家可以去另外一支影片看，给大家偷看一下 Cinnamon Roll 的主题房。那这支影片就先不破梗，大家记得要去看。如果喜欢 Cinnamon Roll 的，有机会真的很推荐来住。好，那我们先换浴衣，对，出发 Go。我们准备好了。对，我们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出发喽。中午。我穿浴衣超热，到那边刚好是六点半，还要走路过去，所以是差不多压线的状态。我现在到板桥车站了，然后现在这边附近开始越来越多人穿浴衣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走出口之后去坐新板桥，所以要走一段路。超级多的人潮，然后大家都往那个方向走，所以我们就跟着那个方向过去。你看，已经有人在这边铺了，还有人在准备烤肉，哎，所以其实这边就看得到了。只是说会场的话，因为我们有买票嘛，所以就是走到会场去。这个板桥花火大会好像隔了三年还是四年没有去了，所以人非常多。疫情过了之后，大家都想要看烟火。我的也是，到会场前就有很多在卖那种东西的，我们就先买了一点点，我怕等一下坐到座位就买不到，先这样。我们是走有料指定席，因为我这次有买票，毕竟第一次不要太辛苦。这边的都是要付钱的哦。看，我们走的是 VIP 通道，我走的是高速公路，这个桥是高速公路。走好远了，七点了，大会已经开始了，可是还没放，我们要赶快加快速度。好远哦，我们走应该有十几分钟了吧？这里有好多卖店哦，但是因为我们已经买了，我们就赶快先前进了。发亮的那个地方就是了，我们快终于快到了。你看，要爬楼梯哦。对的，我们爬上去就到了。我脚要挂了，加油！那头发已经炸掉了。我也是，而且你知道我浴衣全部粘在我腿上。我也是，辛苦了。我们刚刚已经走过爬坡，现在要下坡。大家看一下会场。我们是陆上竞技场，哎，要开始了。我们是一席，耶，坐下来看，轻松了。很厉害哈，嗯，有值得走路吗？有有有，厉害的要来了，厉害的要来了，大家注意了，注意喽。这是单发厉害的那种。看那个烟火的印子还在，他现在就是每一个赞助公司，他赞助一颗厉害的，然后我们要看一下这每一颗，他都会讲说是什么公司赞助。超大超大哦，每一颗烟火都有名字。往上爬的呢，哇，也没了，居然这么大颗！哦，你看那个烟雾是爱心型的耶，哦，这一颗会是怎么样的呢？
欸，你知道有一种的就是会吓人的，一头丢上一上去没东西，你们知道怕，结果后来炸开了，对不对？我这个飞很远哦，哦，长得好像，好厉害哦！这每一颗都是包几十万、几百万的，飞上去就没了呢，贵呢这个。大家都拍手拍手拍手，这台就是他们说结合音乐演出的。哎，我们椅子在震动，哎，这个火花。上去的时候椅子都在震动，哎，哇！哇！下雨的声音啊，哎，有音乐节奏，哎。配合那个刷的声音哦，哇，厉害呢！没拍到笑脸，没了。妞妞有拍到笑脸吗？有哦。你看这里有一个反的笑脸。哦，来来来来来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苹果吗？哦，苹果耶。可爱哦，哇，他说现在要出超级大颗的了，我们已经看了快一个小时了，所以应该快要到压轴的地方。哇，超级亮，真的，他是要准备要飞上去了，应该不会飞啊，烧这么久还没飞，要烧完了。好大颗哦，我摄影机已经放不下了。现在好像是中场休息，因为他没有说大会结束。他说会场发生火灾了，叫我们不要移动。刚刚就是我梦的黑夜，对啊，火灾了。さあ午後8時過ぎ、板橋区船戸で花火大会の河川敷で。がわかります。枯れ草から上がった火の手は瞬く間に勢いを増し、河川敷に燃え広がりました。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，是不是要引开我们的注意力的关系？哇！现在比较关心火灾，怎么办？他可能把一些可以放的放完之后，就要开始疏散大家了。哎，没了！因为一直放的话，大家会不走，就一直在等。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第一次的日本看烟火经验，火灾发生，然后不能看完烟火耶。也不退票是不是？那大家都开始要走了。那个火灾有没有救好？那边人在收布了。那我们回去吧。我们只有看了一个多小时而已，现在8:24。不然通常好像会快两个小时，我记得只有看到一半而已。其实我们的位置很好，我们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，看不到。哦，还有哎，还有哎，不是说没有了吗？喂。对不对？很精彩，对不对？超级火很精彩，但是最后的烟火也很精彩，对不对？超级精彩。他们现在把它放完了，就没有退票礼，对不对？希望火已经灭了。这个楼梯
阶梯非常的深，所以穿浴衣的话很难走，脚要踩很开。哦，这个垃圾量好可怕！哦，这人潮太夸张了吧！这个要疏散到什么时候？哦，这楼梯非常陡，走路真的要小心，尤其穿浴衣的话要小心走。哦，刚刚一度停下来走不动，人超级夸张的啦！现在这边。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可怕的地方，然后刚刚那个电车整个沙丁鱼回来，然后我们整个被挤成肉饼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10:46，然后这是 S 馆，我们要直接去那里有手扶梯。对，那这个饭店会在另外一支影片。第一次在日本参加这烟火大会，感想什么？失火的部分，边炸那个消防队那个车边响，哇，那个嘣嘣嘣嘣嘣嘣。还是那个音乐节，对对，结合音乐的烟火。我这刘海怎么了？对啊，然后就很累，对不对？烟火大会真的很辛苦，走很多路，刚脚还抽筋。难得穿漂漂亮亮，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拍照，我们出门太晚了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看我的脚，就是走磨破皮，是不是？打开看看。哦，这里还好，就是没有层穿啊，所以就这样。这就是妞妞第一次在日本参加日本的花火大会，结果遇到了失火，也是很特别经验呐。那你觉得日本的花火漂亮吗？漂亮哎，很好嘞，累死了。然后我在路上一直听到日本人哀嚎说，他的脚已经极限了。我刚刚脚走到一半也是抽筋，我脚已经抽筋一整天了。其实他有屋台，像我们的会场里面也有屋台。对，因为我们进去的时候还没坐到座位就已经开场了嘛，所以我们也没有时间去吃舞台，然后也没介绍舞台，对对对，好像比目鱼了。然后也是提醒大家，就是如果参加这种花火大会，最好5点就进场。有花火大会都离那个车站蛮远，要走蛮久，所以4:30到车站，然后慢慢走过去，5点进场，我觉得这样是最刚好。然后你又可以悠闲的选舞台啊，拍美照啊，吃舞台啊，吃舞台，加舞台的食物啊，那些我们要买舞台的食物哎、欸，是外面的人掉的热狗跟那个什么东西炒面，然后我们两个就是一人吃一只热狗，两个人共吃一个炒面到现在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去吃东西，然后我们这个饭店附近蛮多吃，很方便，就先去吃一下。如果喜欢我们这类型的，点点订阅，欢迎按下订阅，然后还有按下小铃铛的全部通知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影片的更新。每天晚上7点多，影片都一直播到4小时。对，那我们就明天晚上7点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对，然后你要刚讲什么的睫毛，今天夹得很漂亮，可是我没有。不是啊，我说我睫毛跟我的真的睫毛是分开的。你怎么粘的、啊？哎呀，我想要看妞妞挑战粘粘。等一下，我这粘睫毛有问题，你看，你看。是什么啦？好可怕，你为什么粘那么高、啊？太奇怪了。